大家好，我是勇敢的阿林。终于熬过了那个阴雨连绵的天气啊，现在整个呼伦贝尔都已经转晴了，只有蓝天下的草原配合着蒙古包才能显出独特的草原文化。这几天车子跟着我们走的路啊都是比较烂的，甩了满车大泥。现在胡叔小吉师傅正在洗车，车后面是大片的蒙古庄园啊。这个蒙古庄园是我朋友家的，我们正在利用他们家的水跟电在洗车。这里蒙古包很漂亮吧，这是传统的毡包，也可以叫布包，是用传统的毡布来做的。我带你们去看一下吧。来，你们看这个蒙古包的门跟阿林肩膀差不多，按着阿林的身高或者是更高或者更矮，都是要进门都是这样低头进去的，你看到吗？如果你高起来就会撞到头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在蒙古的文化里面，进人家的蒙古包啊，门矮一点的低头进来躬身前行是表示对主人家的尊敬。有很多蒙古包，如果像他们牧民自己住的，墙上都会挂有他们的大英雄成吉思汗的挂件。那你进门的时候呢，低头进来就相当于行了一个礼，表示对蒙古英雄、蒙古祖先以及主人的尊重。这个蒙古包是很漂亮的，采用了这样的一个弧形吊顶，上面有好多布，这样穿在一起五颜六色，很漂亮。这是一张大床。那这个蒙古包呢，周围还有这样的骨架，这个都是用纯手工的木头和牛皮条这样连接在一起的。像这样的蒙古包为了方便客人能够洗澡，里面是有卫生间的。这个叫船，这个就是传统的布包，现在呢也有更高档的那个蒙古包了，我们再带你去看一下。你们来看这个房子很高吧，这个就是现代蒙古包了，叫砖包。什么是砖包呢？顾名思义就是用砖头砌起来的，这样更大更宽敞，然后呢住上去既能体会到蒙古的蒙古包草原文化，也能让那些有需求的客人更舒服更豪华一点吧。我现在取了一把钥匙带你们走进去啊，都装了空调了。其实这里夏天并不热，可以不用装空调的。好，你们来看，阿林说的没错吧，一般都挂有成吉思汗的壁画，因为刚才那个蒙古包还没有收拾干净，还没有恢复营业，所以挂件还没有挂上来。这个很大，还有空调，还有卫浴马桶。蒙古在呼伦贝尔的蒙古包啊跟新疆比不一样啊，呼伦贝尔的蒙古包都很独立很私密也很豪华，像在新疆的蒙古包有可能更大，很简陋很质朴，上面有一个大圆床，那么能住上二三十人，卫生的话还有舒适度跟这边没法比的。像这个门的话跟阿林身高也是差不多，还是要这样低头进来，然后相当于行了个礼来表示对大英雄成吉思汗的一种尊重吧。在阿林身后 一栋很独特的房子，你们知道这是干什么的吗？我们走进去看一下。这栋房子的话通常大概有几百米，高的话也得有三四米吧，我们走一下看看。上下分体门，里面还有栅栏，很多人应该猜到了，没错，这就是马厩，这里面装的都是三合马、蒙古马。这里是我朋友开的三合马的和蒙古马的繁育
培育基地啊。目前来看，在中国的话也是有规模的，整个呼伦贝尔应该是最大的了。现在是正在整修阶段，因为冬天这些马就要放到操场上去自由放养，夏天的话再把它迁回到夏季牧场。这个马厩呢铺的是砖，后面那个可能就是倒石料清理粪便什么的吧，我猜是这样的。真的好漂亮，这除了有马厩，有这些传统的马，远处还是一个很大的骑马场。来草原玩啊，有几个项目是必须要体验的，第一就是骑马，第二住蒙古包，第三呢那就是大家都期待的看绿绿的草原。这里还有南瓜车，适合小孩大人亲子娱乐。蒙古包除了可以住宿或者是用作餐饮以外啊，其实蒙古包的是相当于我们的房子一样，它可以做很多，比如仓库啊、展厅啊都可以。来，我带你们看一下，这些可是宝贝哦，这个都是文物了，哈哈，你们看，见没见过啊？知道是什么吗？这是朱德将军还是陈毅元帅他们留下的当年的军用马。像这个就更特殊了，这上面都是镶的骨片，这是一个文物，几百年前大概在清朝的时候，就是那些达官贵人的马。这是马镫，这种的马鞍就是比较现代的了，这叫军用马鞍。就是有很多厚厚的皮垫，防止客人骑了磨屁股，这就是给游客准备的。这种的话差不多像传统的那种马鞍或者是蒙古马鞍，做的比较小，然后也没有扶手，这个扶手就是怕人坐不牢抓着用的。呼伦贝尔啊，得天独厚，物华天宝啊，人杰地灵啊，这是未来要打造的一个蒙古关于马文化的展览馆。这上面还有可多即将挂上去的小挂件吧，你像这种蒙古包放的毡子，这就是传统的毡包了。我挺喜欢这种传统的风格，因为我觉得来玩不是说要过度的吃好的过度的住好的，玩嘛注重于体验，更应该原始，更应该有味道。如果太过于现代的话，现在好多人在做旅行的时候一定要强调吃住的标准，把大部分精力跟时间都浪费在这上面了。阿林觉得如果说你过度强调吃住，就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，生活太舒适了，工作将被生活所累。我不知道这句话用在上面合不合适啊，反正我觉得嘛，为了能去更好玩的地方，放弃一些舒适的住宿也是值得的，但是也可以不放弃。就像我们的房车旅行就是不为了吃饭住宿过度的贴近城市，我们要远离纷扰，把家安在风景最美好的深处。